抱歉，由于各种原因，我最终还是错过了向你阐明真相的机会。没关系，苏，这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必须要澄清的误会，也不会对那场事故的本质产生任何影响。但攻击了你的人的确是我，而不是梅比乌斯。你本是好意相助，而我却误伤了你，这一直让我很过意不去。该道歉的人是我才对，我本想去帮忙，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反而还拖累了你。那时如果不是我贸然闯入，或许就不会打破你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平衡，让梅比乌斯有可以伤害你的机会。不，我原本就没有多少胜算，继续僵持下去，也只是在赌哪一方的耐力最先耗尽而已。还是击伤了你这点，更该表达歉意。没能帮上忙，反而还给你添了麻烦，是我应该道歉才对。不，还是我这边更。要不我们先停一下。